是釜山，从这里出发，看一下看一下。Dragon Boat， 世界唯一龙船漂移。Excited to try it. Like in Foshan, it looks amazing all the time. Superhero. People are really nice. 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好朋友。Happy. We're here together. We enjoy staying here in Foshan. I love Foshan. 내 이름은 김대수. 난 중국에 온 지 6년 된 한국인이야. 중국 친구들은 나를 따주꾸라고도 부르지. 2021년, 刚从北京毕业的金大猪因为工作原因来到釜山。别人了解这个城市可能需要通过游览或者朋友的介绍，而我了解这个城市是通过第二双眼睛。全员知道还路过是大主哥，差朋友现在呢，我是在主庙这边，差朋友看一下，这全部都是红色的。认识釜山，从这里出发，看一下看一下。毕业之后就是先来广东嘛，因为广东这边的贸易这个方面比较好一点。那时候就是跟我一起合作的伙伴就在釜山这边的，所以我也是跟他一块就是过来这边釜山这边。本打算和朋友创业从事贸易的他，在一次和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发展机会。我认识的朋友就是一个自媒体的网红，就是几百万博主，可能他我被他的印象受到的印象比较大一点吧，所以我也想试一下，然后我也玩一下。对，你肯定会火的。对，然后结果没有火。做自媒体的话，正式开始是去年2021年10月份吧，做到现在差不多快一年了吧。怀着对美食的热爱，他走遍了釜山的大街小巷，只为寻找那一份能和大家分享的美味。你好，姐姐，我来个牛杂。哦，看起来好好美。牛杂，제가제일좋아하는广东음식牛杂。我们尝一下，我们尝一下秀吉牛杂店的牛杂。他认为，在寻觅美食的过程中，他也能更加了解釜山这座城市。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边吃饭还有边学习中国的这个文化嘛，就是要得到两个东西的话，去老字号的话能学到那个方面的美食，同时也能学到。那个美食的历史，然后就失去的历史嘛，所以我一般都喜欢去那些巷子老字号的。食在广东，厨出凤城，釜山顺德的美食更是让他迷恋。釜山的话，其实我觉得顺德比较好多一点。我依家喺顺德，我依家喺顺德两街，今日都系大家好食。嚟到顺德一定人惊的。顺德鱼生的吃法，这样拌着啊，这样拌着，就是我们顺德鱼生。哇，果然是顺德鱼生，好好食啊！我拍视频本来的目的就是分享我的真实的中国生活。现在我们认识到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博主，然后 to meet you guys， 他也是在釜山那个生活的一个外国朋友。现在我们现在跟这位外国朋友一起聊天，还有就是一起分享中国的生活，还有就是自己的工作的生活。现在我变成摄影师了。
我给他们拍视频。So many people, maybe they are children. 就是明明是今天来拍我的，然后呢，现在我们拍其他的老外朋友，就是对，就是出去拍视频的时候，就是会偶遇到这些情况的，所以就是一个缘分吧，算是一个缘分，对。然后呢，就是我们一起分享，就是老外之间我们分享中国的生活，对，其实挺好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甜感，对。就是做自媒体之后，我也是甜到我之前没有遇到过的东西吧。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年轻，所以希望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想学到更多的各个方面吧。他不仅把自己在佛山的生活分享给国内的粉丝朋友，还分享给了远在海外的家人和朋友，收到海外网友的热烈反响。他们就是很骄傲的那种支持我，对，我其实通过这个自媒体，然后我本来想中国和韩国的一个中介，也就是文化中介吧。第一个是我会说中文，我身边的中国朋友比较多一点，然后就是通过中国朋友们更了解这个中国的文化吧，已经融入到这个中国的文化，所以中国的机会比较更多一点，对我来说。在网红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今天，网红经济在佛山掀起了强大的影响力。2020年，佛山市提出了打造网红城市的工作蓝图。短短两年，佛山众多网红打卡点、网红地标异军突起，岭南天地、佛山创意产业园、顺德欢乐海岸、千灯湖等佛山著名地标成为网红经济聚集地。作为网红城市打造的先行者，2020年，南海区率先打造广佛之城、广佛电商直播产业基地，举办首届网红工厂大赛，吸引了不少网红主播以及众多文化传媒企业聚集于此，以此助推佛山品牌企业扩大产品营销，为佛山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제 카메라 속에는 제가 마주치는 음식과 저의 중국 생활뿐만 아니라 불산이라는 도시의 모든 점들도 담고 있습니다。尤其是佛山这边的话，朋友们如果遇到外国人的话，就是送什么东西啊，然后奶茶呀、什么的东西，会送给我。现在留在这边的原因也是，可能佛山这边的朋友就是比较热情，对，热情，对，热情。现在我在中国工作的地方吧，有家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老家一样的那种感觉，就只有一个，就是已经很够了，我觉得就是很舒服，然后就是一直想留在这边，发展下去。저는제삶을기록하면서아름다운경치와맛있는음식뿐만아니라그에따라오는모든것들도기록하려고합니다이것이바로제가항상카메라를들고기록을해왔던가장큰이유이기도합니다제카메라를통해멋진순간을담아더아름다운불산을촬영하며제마음에담고싶습니다